来看 SZ 对阵 ACT 的第二局下半场闪现女巫局。这个闪现女巫，而且她带的是个底牌，还不是张狂啊。因为现在那个我们也见过张狂挽留闪现女巫，那种女巫的话呢，相对来讲是特别看重前期节奏的，而这个闪现女巫的话呢，更多的应该是打一个中后期，前期她节奏要有一个平地的刀，有个白给刀，或者有一个抽刀，她的节奏才能好。要不然的话，这个女巫前期没有技能，两性图在那边干追，不太好抓人。所以我觉得曲月可能把一切压在了中后期的控场上面，因为他第一局的女巫其实中期的控场是打到东西的，真的打到东西的，上来找到勘探员还不错，这个位置信徒一压，哎，这边原生信徒包过来，有没有机会能白嫖一刀啊？原生信徒过来了，来一刀白嫖，嫖到了，这一刀真快呀，这一刀取悦后面等闪现都行。当然这一刀的话打中以后，后面他原生信徒想补这刀其实挺困难的，这边的话先把这个洞穿了，就压着又压着，这个时候能骗出这个飞轮的话，骗出飞轮，骗出磁铁，后面闪现一刀带走，节奏还是挺香的。但这个点有点强，大房这个点有点强，祭司这边没有再给洞吗？我觉得祭司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再给个辅助斗，那这样的话压到外面的话闪现就挺好打的。他如果说这边勘探员有机会能够上二楼，可能能牵制时间会更久一点吧。这边的话闪现好了，闪现一刀，看你交完磁铁直接一个闪现带走。求忍这边因为曲月如果是放狗的话老早放狗了呀，他这个闪现应该是能判断出来的。这个开局很香啊，因为闪现女巫她前期的一个击倒节奏其实挺慢的，当然前期她这波双信徒包夹也是打得好，抓到了这一刀，平地这一刀很关键的，第一刀打不中，你闪现女巫开闪现那一刀，后面那一刀也很头疼的。这一刀幽冥救的不错，贴身过来救下来，然后勘探员这边的话想追一个佣兵，骗了一个护臂，可以双信徒包夹，双信徒包夹，这边两边来挤，原生信徒的位置很好，一刀飞轮交掉。这把取悦的女巫对于原生的一个自动的一个位置的把控非常的到位，我们看视频的同学可以调回去看他两波抓勘探员，第一刀白嫖刀，包括刚才那一刀，刚才那刀虽然没打中他的那个位置非常的好，也是勘探员交掉了飞轮了嘛，很漂亮。多抓不知道，这个局还看不到多抓的面，就是有这个机会了，但是现在还没有这个节奏点，需要看什么呢？勘探员挂飞以后他是否能够续上节奏。什么叫续上节奏？第一点就是挂上人，能不能挂上人，挂不上人也没关系，能不能压住机子。这边的话佣兵的护臂已经交完了，这是个好消息，然后一刀，好的，这边的话有闪现，你勘探员面对个闪现女巫，我双信徒包夹，来你丢磁铁啊，闪，哎呀我去，没关系，这边还有一个双线进城，这里的话还想消信徒，还想消信徒，消不了，那这一波就是续上节奏了呀，挂飞一个再挂一个的节奏，这个节奏很香啊。这里勘探员怎么下来了？哎，勘探员怎么下来了？哎，等会儿，等等等等，哎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没看清楚啊。信徒没了哦，他是用佣兵的寄生信徒去签的人，然后信徒被消了吗？哎，不对呀，这密码机差的也不多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没留意到我刚才。那不好说，这边密码机差的也不多了，一刀佣兵的话自带小薄命，这边有闪现啊，闪震慑二挂佣兵。勘探员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身上没有紫圈，他消不了信徒。女巫现在的话应该是先给补上一个寄生，外面的人全半血，
人是救不了的，要救人你得压机。女巫这边的话还行，说实话还行，虽然说刚才那波大节奏丢了，但如果能够压住这边的密码机的话，一刀先把勘探员抬了，那边人救下来。这里的话找找找找找，扛刀飞轮交掉穿洞，那边还有个信徒包过来，一刀先倒祭司。现在病患也有信徒，佣兵也有信徒，信徒茫茫多。曲月这边的话可以先把人挂上，先把人挂上，然后看看那边的密码机怎么管。主要那个密码机离得有点远，我感觉曲月有点压不住，这边得赶紧抢时间。一刀密码机好像够，密码机好像够，他这边得管佣兵，先给祭司补上信徒。因为他手里还有个底牌，这边密码机点亮，哎呦，四人开门战 SZ 那波消信徒顶住了呀。但凡中间做到减员，我感觉这个局都是个四抓。压压压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偏走位一刀，好的震慑。底牌切传送，那边的话大豆过来，先把这大豆，哎呀消信徒。曲月这边的话应该是不着急的，先把门能够压住再说，然后再利用这边的信徒回去去挂这个佣兵，补一个信徒拦住这边的大门。勘探员是个上挂飞，好，这边的话，哎，怎么踹了块板子？先把人挂飞啊，先把佣兵挂飞，留人的话，目前来看，因为两边的门现在都开不了，然后呢，穷人这边还要消信徒，还能打。还有机会，我觉得曲月要不先保个平吧，先保个平再说。病患手里面有一个钩，勘探员三个磁铁，这边的话原生信徒拉过来，祭司这边也要干扰，也要干扰，干扰的主要他知道这个信徒肯定会被消掉，主要是干扰什么呢？干扰你的一个那个开门时间，不让你那么快开门，挽留还有三十多秒。再留一个应该问题不大吧，一刀飞轮漂亮，但是这个钩交不出来，身位太近了，还有传送可以传，对可以传，找到祭司能打吗？能打吗？能打吗？这个位置的话不用被拉脱的还能打，这边的话把信徒拉过来，可以挂上这边的病患，压住这边的祭司，两线操作。祭司的门还差五十多，勘探员应该会过来打，我觉得勘探员应该会过来打，因为这勘探员满血。这边的话挂地下室可以，哎，这波地下室我是没想到的。勘探员掩护一手，这个局对于 SZ 来讲平局他们肯定能接受，这边祭司不会要救人吧。哎，这祭司不会想连个大洞什么的吧，祭司这个走位有点奇怪哦，他为什么会往这个方向走过来？好，高空补个信徒。这里看一下传送的话，祭司这边的祭身是有传送的，掩护，勘探员掩护，想要保走，那应该是走了，这个应该是拦不住了，这个应该是拦不住了，平局了，比较难，比较难，我觉得这个想要拦住蛮难的，要打两刀呢。可惜是可惜了一点，但还是在开门战的时候留下了两个人，也算是完成任务了。哎，那波消信徒真的太伤了，这个勘探员挂飞真的这个局四抓。